先试一下，喂，你们今天的采访有一些太着急，你们这样会让我特别，你们这样会让我特别紧张，对，紧张，特别的不放松，特别的。不要这样，想相似吗？为什么人类渴望完成自己的梦想？梦想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信仰？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年轻人，他是我的朋友，贝贝，王贝贝，很幸运。他把一些梦想通过文字、影像、音乐给记录下来了。聊天的时候，他和我说，30岁前他浪费了很多时间，31岁他突然觉得要珍惜每一秒钟，把省下来的时间作为礼物还给上帝。在去世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免费的，免费的阳光，免费的月光，免费的时间，免费的身体，免费的父母亲人，免费的朋友，免费的自己。为此他很感动，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他经常听到一种说法，轮回，缘分。现在还是让我们通过他的眼睛进入他的内心，看看他到底都记录了些什么。我们先听听。说大约在130
嗯。